各位，今天是2月27号2015年，是在这个欧湖岛檀香山 Honolulu 旅游的第二天。今天旅游的主题呢，应该说是历史的回顾了，就主要参观了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遗迹，大家都知道了，这里里面呢就包括有Arizona 號航空母艦上面所建的紀念館，還有就是珍珠港太平洋的航空博物館，以及現在現存的停在珍珠港的 Missouri 密蘇里航艦，這個地方呢就是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停戰的時候，這個美日簽署停戰協定的地方。最後就去登上個高山山頂，瞭瞰一下檀香山的全景，夜晚就出去拍到一些檀香山海邊的一些夜景，作為一個歷史性的回顧啦。插曲呢就是珍珠港電影裡面的插曲，Think back on these times and the dreams we left behind. I'll be glad, cause I was blessed to get to have you in my life. When I look back on these days, I'll look and see your face. You were right there for me.In my